有，他跟我们说 U 跟 V 垂直哦。那 U 如果跟 V 垂直的话呢，由定理哦，我们知道呢，它的内积呢是零哦，好，内积是零。那因此呢，你从这边呢，我们可以知道呢，这个二乘上 k 哈、哦、x 分量乘 x 分量，加上这个 y 分量乘上 y 分量哈、哦，那这个要等于零哈、哦。那因此呢，我们可以求得呢，这个 k 就等于六哈，好 ，k 就等于六哈、哦。